身体比较成熟，因为我原本演犬犬就比较幼稚，然后动作就会很大。啊，现在演爸爸就是对我来说啦，跟被绑起来一样，因为我就本来就是个动作超大的人，然后不动很痛苦。爸爸你好，我是熊受欢迎的教授呢。哇，这女生是，你讲啊。学校同学会笑。喂，我平常是是安尼教你的吗？不是嘞。我不会。这个囡仔哪会这么无听话啊？我不是囡仔，我即摆是老人，我袂像高中上大学，还袂出个变啥都变老人啊！全全会吗？没关系。果然是爸爸。我是安尼教你的吗？讲对不起。我不，我不是囡仔，我是老人。说自己是老人。爸爸你好，我是熊受欢迎的教授呢。哇，这女生是。你讲啊。我们只截这一段呢，我们就只截的，不管前面后面，有多少女生想贡献被拒绝。妈妈，你要不？哈哈哈哈哈！不对，阮愈讲愈趣味，然后就开始 cosplay 啊。cosplay， 那呢？我问你，咱头一间约会所在伫倒位？你敢袂记？你快学学送啥？全全，你做那个，就是要告诉他那个，然后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反应什么。我北爷，难道你们在第一次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？你那头一该约会的时候在你周围？然后他先看爸爸，身体比较成熟，因为原本演全全就比较幼稚，然后动作就会很大。啊，现在演爸爸就是对我来说啦，跟被绑起来一样。因为我就是本来就是个动作超大的人，然后不动很痛苦。这男的灵魂突然缩小在一个这么小的身体里面，不太习惯，一定会不习惯，一定会绑手绑脚，所以他觉得绑手绑脚觉得很 OK， 你就用这个心情去诠释他，就会好多。可是有时候拍到一半就会忘记我自己是谁，然后就开始啊，角色出来了，对，张震南，要这样没错。